我直接把酱油给你倒地上，看你还能不能扫干净。就是看你家地面可干净了，但是你这样一刮啊，绝对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咱谁家都有头发有毛毛，对吧？你能看出来？看见没？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家到底有多少灰尘。看，再刮，它真的是超级好用。我买了，一共有两节，安装起来还是挺简单的。这里有个卡扣，可以调节扫把的长度。这看起来跟刮玻璃的差不多，但是它这个硅胶条比较厚实，摸起来感觉也更软一些。咱直接来试试效果，我家这地面看起来很干净了，应该不会扫出什么来了吧。哎，我去，还真能扫出这么多东西来，而且我发现用它来扫地，灰尘也不会乱飞。我再来用它刮个镜子试一下。哎，这效果可以呀，它这个头可以像这样折叠过来，用它来扫个犄角旮旯呀、缝隙呀，还挺方便的。我直接把酱油倒地上，看它的挂水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啊，这也行啊，刮一下就干净了，浴室里边也可以用。